妇科检查有异常，潘映竹见怪不怪，请我去做那个 HPV 的检查，就出来，他先传一个简讯过来说你的 HPV 异常，养这个简讯跟1922简讯哪一个比较可怕？完蛋，我要得子宫颈癌。还没生小孩，对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先写，就是说其实你不用太紧张啊，我就已经习惯成自然。就我先看那个灯号，我就担心。今晚8点，东森超市33坪的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